平等修法就是修意念修养。当一个人意念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元素，那就是修养。境界越高，修养就越高。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师父说，那些随地吐痰的人，乱拿公共财物的人，你们说他们有高的修养吗？他们的修养是很低的，见地也是很低的。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师兄们让我有缘遇见心灵法门，感恩遇见这么无我利他大爱的师父。我差不多有20年的打工生涯，因为做的是服务行业，总是站着多，导致腿部静脉曲张很严重，伴随着湿气困扰，因此花了不少钱做治疗。直到自己体验过这些神奇的经历和菩萨加持，才知道读经这样的好，改变我的家庭身体等。曾经的皮肤病静脉曲张，就在这几天无意中看到不见了。静脉曲张就好像蚯蚓一样的，腿部很可怕。每年打工挣来的钱都要去养生馆推拿按摩，治疗皮肤病和湿气，花钱受罪，只有自己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家人也会说我被他们骗，我也没办法，身体难过呀，有谁想让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往养生馆那里丢呀？没办法，调理好自己的身体还要挣钱。2018年，感恩有缘让我遇见陶师兄，让我遇见心灵法门和师父。每天读白话佛法消业，利用五大法宝，没想到现在的心态等各方面都在改变着。回首当年迷茫的我和现在的我，变化很大。如果没遇见佛法，我不敢想象。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师兄们好，我来分享下我张仪师兄的奇迹事件。本文张仪师兄见证。感恩释迦牟尼佛，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慈父，感恩师兄们。张师兄是我张仪，他今年有70岁了，每年也没有体检的习惯。今年家里人谈到体检的话题，就随缘体检一下，随行一起3位老人体检。最后结果，那2位老人没事，唯独他检查出宫颈有病变，甚至已达到3度，就是说再进一步发展就是宫颈癌了，已在癌症边缘了。在这个年龄的老人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大夫建议子宫切除，这个岁数子宫已经萎缩，大夫说病变很不容易被发现，如果发现有症状就晚了。感恩菩萨妈妈慈悲点化，感恩菩萨妈妈慈悲救度。昨天子宫切除手术，时间长达3个小时左右的大手术。麻醉师建议术后加止痛泵，他自己没太明确加与不加，结果其他术后病人床边都有一个止疼仪器，唯独他没有。术后医生说疼得厉害就下楼买止疼药吃，结果唯独他没感觉疼，而不是疼忍住忍不住之说。就是昨晚7点多手术结束，到现在没丁点儿疼痛的感觉，奇迹吧，感恩菩萨护佑啊。术前还紧张的张仪听病友说打着止疼针还得吃着止疼药，还一边哎呦疼得叫唤呢，唯有他是个例。我才去看了他，精神一直饱满，状态非常好，一边躺着一边念经呢。陪护的是他家亲妹妹，这些天一直跟在医院，目睹了一些病友的状况。阿姨说，这回是真信了，不白念经，不白修啊，真是不一样。阿姨也非常感恩帮着助念的师兄们，帮着放生的师兄们，特地让我帮忙转达他们的感恩之情。感恩菩萨，感恩师兄们，
真是大爱付出的人间菩萨，师兄们辛苦了。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纪念农历九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师父开示集锦。三，观世音菩萨的甚深愿力及大慈大悲的精神。三，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未说法，有感即应，无愿不从。选自2020年3月12日观世音菩萨诞辰日。在《妙法莲华经》里说，佛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就是你应该以什么样的身来得度。观世音菩萨呢，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是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观世音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而为你说法。所以观世音菩萨虽遍路十方佛国十方佛国，但是呢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观世音菩萨是因缘非常的深厚非常的深厚。而且呢观世音菩萨呢能够寻声救苦救苦救难，他只要你们有求了，菩萨就来了而且随类现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人，菩萨就会化作什么样的类型的人来救你，来普度众生。而且呢有感即应，只要你有感应了只要你有感觉我要求观世音菩萨。所以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被这些噩梦所牵绊抓住了，然后呢他只要在梦中有感，我要求观世音菩萨，马上观世音菩萨就应了所以无愿不从，没有一个愿力观世音菩萨不会满足你的，只是你自己的心，你到底信观世音菩萨信到什么程度所以古今感应世迹多不胜数，无法尽数，就是没有办法来述说我们伟大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的那些我们的这个感应事迹。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因为境界不到，所以他们认为做这些事情都是无所谓的。这种见地的人也会在心里产生一种基本元素，那就是垃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